是啊，找好像要找，要找，对啊，我。
Simon. On the normal day. Yeah, they are. Well, it calls 20 May! Oh, yay! 感谢你，有没有？就是下路。哎，我上次也密友，我忘记了。我待会录镜。哎，你买新电脑哦？我没有买新电脑。哦，偷人家新电脑。没有，我要说。我已经点到，都不知道，原来有连过，感谢你。拜拜。就小彪子。对啊。哎，妹妹，那现在上课卫生纪吗？一点点啦，我们不能再玩。哎，同学，我们要上课了，要不我们起来动一动？可以吗？我们现在上课了，卫生纪吗？对。好，那你就生气啊，关我屁事。上课啦，让我上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拜托了。哎，下面这一题会不会？ 会，哎，太棒了，那自己算。那这一题哦，有一点点的简单。我跟你讲哦，如果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题目，你千万不要放弃哦，因为它再怎么烂，都有一个最简单的做法，就是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七十的人全部把它填完，填到一百，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写出答案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知道讲什么吗？我考试遇到这个，不要给我放弃哦，干了四乘四，填到一百，应该也填得出来吧？哦，好不好？ 所以这一个题目，今天翻译是蛮简单的，就让你写喽，哈、哦，就像那个什么100在第几列第几行，哦，我可以直接写答案哦，10跟10，哦，就这样，100会在这里嘛，哦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哈，我们要讲下一本哦，你把那个我们今天发的那个讲义拿出来哈、哦，下一本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哦，因为你们这一版没有教四个嘛，哦，我看一下怎么办，学校老师有偷偷教 Sigma 吗？不太有了，有吧？贱的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哦，我今天不会讲那么多，我会尽量闪避说 Sigma 怎么算哦，因为毕竟课纲没有教，那会看情况，因为头头下次应该就补充，好不好？就让他讲。好，那我们来先看一下那个级数的定义，前面呢是属于国中的范畴，算是一个简单的复习哦，就带你看一下它的公式就可以了。好，像第一个，看 Sigma 出现了，哈哈哈哈哈。OK，才出了Sigma，马上就出现，马上打脸。 好，那我介绍一下它的符号意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S N 呢，就是从什么一二三一直加到第 N 项总和，用 S， 因为它是 summation 的缩写啊，你也可以写成 S U M， 就是总和的意思。所以我取 S title 就是级数的总和。好，再来嘞 ，sigma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的 A K， 我把它放大，放到最大。这里 A K 指的是一般项。哎，看，怎么都出？写细，写小一点。 一般项，然后呢，这个下面呢是10开始的地方，从第一项开始带 ，K 用1代得到 A 1再 K 用2代，一直带到第 N 项，所以这是终点最后一项，你要带个 N K 值哈。好，那我们示范一次哦，只要写 sigma， 然后这里写 K。 然后 K 从1到4是什么意思？来写一次给你看哈。来 ，K 用1代是得到1。我上你干嘛干？哦，对对对 ，K 用1代得到1，那 K 用2代嘞，是从1，然后带2，带3，带4，然后一直到第4项为止，所以就是1+2+3+4。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值算出来，叫做10，可以吗？这是sigma。那右边这个就是一般项的表示法哦，好不好？ 然后举个小简单的例子哈，好，再来呢，它的性质，级数有什么性质？就是什么，前一项的总和就是首项，好，这种废话，就是因为只有一项。再来 ，a n 可以写成 s n 减 s n 减1， 这个可以吧？下面有说明，偷偷瞄一下，你看哦，1加到 a n 减1是前 n 减1项的总和，然后 s n 是不是多了一个 a n， 它多加一项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式子相减，是不是就会多出一个 a n 项？ 可以接受哦，这是也是简单的公式复习哦。好，再来往下等差跟等比，他说前面已经证明过了，不检查哦，不证明，好不好？这是公式的复习。那我偷偷讲一个，这两个是国中的。那如果今天呢，你把这个括号刮大一点，其值不变，它有第二层意义，就是什么？中项乘以项数，就这个。
铁头少打哦，铁头少打哦，你要再补一个哦，它少一个 N 嘛，那 N 不见了哦，你帮它补一下，这里乘一个 N。在讲什么？它有一个 N 哦，要不然它不会等于中间像乘像数哦。就是把这个括号这个左边这个先算完，相加除以二先算完再乘一个 N， 因为我们知道哦，首项加末项除以二这个东西是就是什么等差中项。哎，这个很常用哦，一定要会，这个不会不行哦。可以举个例子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轻松啦哦。像一两个难一点等差数列好了，一二三四，难一点，好，一四七，十三，来同学，共差为三嘛，它等差中项是谁？是不是七？它就可以用中间项乘以上数来表示总和，就是什么七乘以有五个数字五项，所以七五三十五，加一次给你看哦，一加四五，五加七十二，十二加十是二十二，二十二加十三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三十五哦，就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可以用中间项乘上数。那下面这个等比级数哈，来自己看哈，我就不证了，因为头头应该都教完了哈，可以吧？它有证明过了吗？有证吗？有证吗？头铁头有证了吗？这个有，他有证过了吗？到底有没有证过了？有还是没有了？有吗？有哈，我就不讲喽哈，你就看一下他的公式。再第三个，看肺结核了。来第三个 ，n 的一属人乘等差，这个呢，我们画个简单的例子哈，好不好 ？n 的一属。就是今天呢，如果一个级数它是一个等差级数，举个例子，像哦，就许刚才那个一四七十十三十六是一个等差级数，然后呢，如果我们两个哦，不好意思，应该说等差数列哈，如果我们两个算，来把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？是不是五？再来呢，把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十七？再来呢，把这两个加起来，我们两个艺术去发现，去观察，因为发现它的公差是多少，所以也是十二，会形成新的等差数列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原本一个看，一跟四差三，四跟七差三，是不是等差？但你两个看呢，也会等差哦，就是有这样的特性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叫 n 个艺术能为新的等差 ，n 个艺术。人等差，那下面呢一样等比有一样的性质哈 ，n 个艺术人等比，那我直接写了哦。可以举个例子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，轻轻松松嘛。像什么嘞？像来一个最常见的哈，一、二，再来什么四嘛，公比为二。哎，快了！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，是n，是不是 n 可以数？然后嘞，一跟二的总和，来，我们两个数哈，这样加起来是不是三？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十二？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四十八？有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公比？有，三跟十二是不是相差四？公比为四。然后嘞，这个公比为多少？公比是不是也是四？所以会形成新的等比数列 ，n 个艺术人乘等比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这下面那个三小把它涂掉。好，那我们一般在做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用画图的来看哈。像 Sn 前面的 n 项 Sn n 个艺术，可以吗？然后嘞，它这里也 n 个艺术，你不要忘记哦。S 二 n 其实是不是有二 n 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要 S 二 n 减掉前面的 S n 才会 n 个艺术，可以吗？那这一坨跟这一坨，还有这一坨会形成新的等差或者是等比，要看你的级数是等比级数还是等差级数，可以吗？那我个人的习惯啦，是会画竖线。那我建议你可以画个竖线，好，我们用竖线来写好了。好，这是开头。来，这里是前 n 项的总和，这里呢是前二 n 项的总和，这里呢是前三 n 项的总和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区间有几项？
啊，就是 S N， 总共有 N 项。那这个区间叫什么？叫 S 的二 N 减掉 S N， 因为这个才是 S 二 N， 你要减掉前面才会等到那中间的 N 个数字，可以吗？那这个区间呢，是 S 的三 N 减掉 S 的二 N， 减掉前面二 N 个，这里才会剩下 N 个数字，形成等差或等比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就用画数线的去跟你讲哦。为什么有 N 个知道吗？这是 A 加 AN， 那这里呢？还是我举个示例，像 S 十好了 ，S 二十 ，S 三十 ，S 十的话是不是就是 A 一加到 A 十？那 S 二十减掉 S 十是不是从第十一项开始算，一直加到第二十项？那这里呢，是不是第二十一项开始算，一直加到第三十项？各有十个数字，这十个数字会形成新的等差。为什么会形成新等差或等比？也非常好解释。你就想啊，都没声音了。来，你就想，这个公差多少？是不是二？啊，这个公差多少？它、啊、是不是二？啊，这个公差是多少？是不是二？啊，这个公差是不是多少？也是二。废话，啊，你两个人两个艺术，啊，你都差二差二，当然会形成等差，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好吧，就这样喽。今天应该给教完了，耶！好，来第一个，我们先看这个哈，经典范例一，这是一个函数的表示方法。当你 n 用一代，可以得到第一项；当你 n 用二代，可以得到前两项和 n 用三代，以此类推。那问 a n 啊，亲爱的 a n 啊，特定的某一项，这不包含前面的 a 一加到 n 减一，所以我要怎么求？是不是可以用 a n 等于什么前 n 项的总和减掉前 n 减一项的总和？听懂我讲什么吗？可以吗？那我们把它做代入，因为它给我们关系式嘛，二 n 平减四 n 加五括号，然后减掉什么2 q， 解错喽，二的 n 减一平减掉四倍的 n 减一再加五。有点尴尬，尴尬在哪里？我不想撑开。好，那我先算一算。我要用人类史上最好用的工具。你看反光，看不到。好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先算一下哦。它怎么有二次曲线？什么东西？习惯。等我一下，我心算一下。机器。四 n 减六，对不对？我用了人类的高科技工具，叫 PhotoMath。它这个函数式也是可以开的哈，哎 ，PhotoMath 很厉害，就是厉害在连微积分都可以算哦，可以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。四 n 减六，如果答案错，那一定不是我算错，是他写错哈，那你就怪他好不好？四 n 减六，同学，那它是不是等差数列？同学，这个有讲过吧？前面那个倍数是不是就是等差数列的什么差？公差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就是它的公差，它是一个公差为四的等差数列。对，耶，写个 oh yeah 好了， oh yeah， 然后D为四，好，就这样，可以吗？这一题其实不难啊，哦，其实不难，就只是想要找一般项的表示法而已哦。好，再来经典范例二，这一题有趣，这一题基本上没有给你什么东西哦，那我们要怎么求嘞？就要用到跟前面一样的东西哦。它是 a 一加二 a 二加三 a 三，一直加到 n a n， 然后等于 n 平，然后求 a n 项。同学要求 a n， 那是不是这里会有 a n？ 那你知道把前面那些不干 a n 的全部都扣掉，就是前面这一坨都要扣掉，都扣了。就前面这一坨是不是想办法把它剪掉，对吧？怎么剪？跟刚才的做法其实差不多啊。这是一个关系式嘛？
那 A 一加到二 A 二加点点点，加到它的前一项叫什么？是不是叫 n 减一减 n 减一乘以 a n 减一？它会等于什么 ？n 减一的平方。为什么我要写这个？因为这样两次相减才会多一个 a n 项，我们才有办法进一步分析。听得懂我要讲什么吗？好，你想一下，就是说 你不知道求这个吗？你不知道这个吗？对不对 ？a n， 你要怎么只有剩下 a n， 是把前面这一组全部扣掉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怎么把前面这一组扣掉？那我们是先把它算到 n 减一，是算到前面这一项。那算到前面这一项，根据它的关系是，当这里是 n， 这是 n 平方。那当这里加到 n 减一，是不是整体叫 n 减一的平方？可以吗？两次相减即为所求。这一题稍微取小一点哦。好，这个我们叫第一式，这个呢我叫第二式。一减掉二，你会整体得到n 倍的 a n 会等于 n 平方减 n 减一的平方，那这里的 n 应该不能为零哦，它可以是零吗？因为它写在下面，这个没讲应该可以哦。因为它的 n 是不是写在它的下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使用同样的符号？所以这里的 n 不会是零，它至少是一个正整数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它省略了哦，所以你这里可以除以 n， 好不好？推得 a n 等于 n 平方减 n 减一除以二次方除以 n。好，当然这个考试要把它化简出来，但是因为我懒，写一下好了，好像这里蛮简单的，算了。n 平方减 n 平方没了，所以减二是二 n 嘛，二 n 加一减一除以二。好，长这样。爽。来，曹操。这是婊子哎！太近了吧？可恶！我妈都煮菜了，她会有点担心，然后回去吃晚餐的时候可能会岔赛。我妈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哦，就是她会常常发明一些创意的料理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像她上次发明了一个新的创意料理，就是蒸蛋。蒸蛋就把蛋去蒸，好像没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我妈厉害就厉害在这，她会出其不意，但很创新。她在煮食次大概只有一次好吃，像上次有一个豆腐，讲豆腐就好，不要讲蒸蛋，蒸蛋更神奇。你知道吗？大家有看过芹菜吗？芹菜就绿绿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它的梗，我们把它的菜叶拿掉，只剩梗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把芹菜塞进豆腐里面，这是一个多么高超的技术才会想到这种创意，那这太神奇了。因为他把芹菜先煮得很柴，很干嘛、然后把它塞到豆腐里面，然后拿去煮。你看着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豆腐炒得很漂亮，你没想到里面又会塞芹菜。你一口咬下去，那个芹菜又很柴，你知道吗？他直接把我上颚吃到整个牙龈流血，我整个傻眼，我没有想到吃下去的口感竟然会有针当插上去，然后又整个血，这是我妈的创意料理。而且我妈还会常常拿我们去试毒，会拿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给我吃。像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爸妈就是，像我小时候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那个松松啊，你那个身体那个气喘，那个感觉你支气管不是很好。”我跟你说，有个药材哦，就是专门治你这个中医师，就是他会赋予很多这样的职业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在我们家那个矮墙的旁边，发现那个绿绿的植物，他就说：“就是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你的感冒就会好。”他就拔下来，那个时候小学嘛，小一、小二，你也没什么抵抗能力，就怎样，我就吃，我吃吃，我觉得蛮好难吃。他还会怎样，连着那个肉一起炒，然后炒给我吃，我说：“你吃就对了，有益身心健康。”直到长大之后，有一次我陪我妈走过那个矮墙，就走了一遍。她说那是青苔啊，她直接把那个青苔把它刮下来，然后炒肉给我吃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妈。有一次我爸更狠，有一次我爸带我哥出去散步，那爸爸带那个小孩子出去散步，他其实也不知道干嘛，也不知道跟小孩子玩，他就直接说：“你们看到那边很多做酱草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做酱草吗？就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三片叶啊，不是那个。”那个日本偶像剧就会说找到四片，然后就是什么，就可以跟女生，女生开玩笑的哈，就会得到幸福之类的。
那我们的小时候玩法就把那个丝剥下来，然后去比那个什么拔河之类的。原本是这样，就我爸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异想，讲了一就是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哎，你知道猪姜草其实可以吃吗？”从那天起，他就每一天就带着我跟我哥去榕树下面的一片猪姜草田，然后去吃猪姜草。然后我们每天就是比赛看谁吃的多，直到把那一片全部吃完。最后想到一个故事，苏武牧羊，他就整天就带我们说：“哎，你们把那鸡吃，把那鸡吃，我们就回家。”我们就再也不比那个做酱草，我们就全部都去那吃做酱草。就是我爸，真的没有必要。我觉得我童年过得很快乐。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好吧？这金饭山，哎，这一题会做吗？自己做好不好？自己做好不好？会吗？会吗？会吗 ？S 二十啊，写给你了。S 二十就是什么 ？N 用二十代嘛，可以吗？我直接写喽，是 S 二十等于二十的二次加上三乘以二十，不解释，答案四百六。还有第二题，第二题它要求 A 五十特定项哦，特定项啊，我们直接把一般项写出来好了。A N 是等于 S N 减掉 S N 减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变成 N 平方加三 N 括号减掉。n 减一的平方加三倍的 n 减一，大家都看得懂我在写什么吗？就是把它前后减掉，是得到它一般项表示法。最后他问 a 五十，就直接用五十代。他问第几项是六十，那我们就直接定它等于六十去找 n， 好不好？就变得很简单哦。那这个我先算一下，就想看数学老师的心算能力。N 加了，好数学。N 加了，那再来嘞？按你第五十项啊，靠腰是不是直接用五十代可以吗？哦，所以第二小题哈 ，A 五十是等于二乘五十加二，所以答案是一零二，好不好？就直接写了。来第三题，他说第几项是六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令 a n 等于二 n 加二等于六十，心算一下 n 就是二十九，好不好？先找出一般项的表示法之后呢，再去求它的 n 值哦，好不好？我讲的其实我觉得算偏快哦，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如果赶不上可以叫我随时喊停哦，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就再讲一次哦，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换个姿势再讲一次哦。啊，我现在还可以带动跳。哎，大家科普一下哦，如果将来哈要念数学系的朋友，如果对数学很有兴趣，如果将来想要往这方面走，请你在毕业的时候一定要跟我填志愿去的时候，一定要跟我聊一下天，我会打消你的念头。那不是一个你应该走的路哈，很变态，而且基本上没，就是你不能继续往下做研究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因为念数学系，念数学的人都很像在信仰一个宗教，你进去你就不知道是什么，就跟上帝一样，你不知道有没有，但是你要相信，然后就糊里糊涂就已经到大四，然后毕业的时候就要做研究，可是你研究不知道做什么研究，就会很卡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跟我聊一下，我会打消你的念头，不要让你走那么崎岖的路。我们有一个同学很可怜的，他念研究所念完就在大，就是那个他跟一个教授继续做博士班的研究，是吗？他在博士第四年的时候，教授跟他讲一句话：“那个加减啊，你觉得你不适合，你知道吗？那四年就是白费，包含研究所那个都不用念，直接退休，就直接不是退休，就直接退学，退学吗？这叫什么？哦，叫休学啊，直接休学，然后出来工作。那你为什么不研究所念完就直接出来工作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很可怜哦，因为数学很难突破，但是其他的科学就比较容易了。”好，再来第四个经典范例是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n 个一属形成等差或等比。国中好像也有教过哦，国中好像有教过哦。
前 n 项的总和叫 Sn， 然后 Sn 等于12，那前2n 项的总和叫22。请问前3项的总和？来，亲爱的，我画个图给你看，画个竖线，好不好？画个竖线，来，这个区间加到这里有 n 项，叫前 n 项。那下一个区间等差的地方叫 2n， 然后你要求 S3n， 对不对？可以吗？第一个区间根据题意，它是说这一段叫多少，是不是12？来，这里有没有问题？那就前面加起来是12嘛。那再来呢， S2n 等于22，是从这里加到这里是22。可实际上我们是要这个22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我们是不是要这 n 的数字 n 的数字而已？这里是不是有 2n 的？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求这个区间？很简单，是不是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？所以这个区间的值是多少？是10哦。好，那形成等差的是哪里啊？形成等差的是不是12跟 10？n 的艺数会形成等差或等比，那因为它是 等差级数，所以形成等差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区间就可以推测出来。不要用蓝色，我要用一个铁头最喜欢的颜色。原谅的颜色，哦，这个答案是哈12 10，所以这里是公差为8，可以接受吗？那到3n 到底有多少？所以就把每一段每一个区间加起来，你会发现算得非常非常快。所以3n 的答案就是12 + 10 + 8等于多少？等于30。来，到这边可以吗？到这边可以吗？哦，蛮简单的哦。12 + 10 + 8，那下面第二题做法雷同，只是它是等比，好不好？所以它只有中间的那个不太一样而已哈。好，我们一样画个竖线。来，第二小题，歪了，注意啦，这里是 S N， 这是第几页啊？哦，我们的目标。来 S2N S3N， 好，来，然后来前 N 项，这一个是18 24，哦，我们写一下，哦，这一段叫18，啊 Q 18，这一段叫24，那我们要 N 个 N 个艺数，所以24 减18，这里是不是6？那你要小心哦，它是等比级数，所以18 跟6是新的公比，是公比为1/3，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下一项8Q，用前 R， 黑色，来下一项是乘以1/3，下一项是再乘以1/3，6 × 1/3是2，所以这一段一定是2，所以 S3N 就是什么18 + 6 + 2。注意哦，它是整比哦，不要写错了哦，所以是26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你们刚刚动了一下，还是我动了一下？哦，可以吗？好，哦，简单，可以吗？来得及抄吗？哦，好，再来第五题，欸，第五题我也不想教，欸，我等各位一分钟，让你自己写看好不好？第五题是国二的吧？哎，大家有遇过国二吗？哎，就是这题是国二的数学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第五题先让你 try 一下，好，先让你 try 一下，我给各位一分钟哦，唤醒你国二沉睡已久的记忆哦。
或是只要是念男校，毕竟是族中啊，或者是族工那种男生很多的，你只要去那个去女生游泳会都会被骗钱。像我以前高中的时候，进去就是被骗钱，就是有一堆女生围着你，然后叫你买100块那个100块钱的花，啊你不知道怎么拒绝，所以只好买了，花光了身上仅有的100块就要出去了，很凄凉哎，感觉每次都被骗钱，啊那个花又不能送给别人，就拿着，然后整个好像告别式插在胸前，然后不知道干嘛，然后一直走来走去。还是不错了。听说有一次主女游泳会吼，就是破他的营业销售的记录，就是玩丢水球。我相信是人都会想去。哎，然后那主女制服又故意穿白色，哇靠，直接丢爆！这是真的哈，这认真。听说创下那个营业额销售记录了。好吗？一分钟到了，我们要开始喽。好，来，我带你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它是一个凸的多边形，哎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凸多边形吗？就是它不凹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讲这个屁话哦，被你数学老师听了，他大概要气死了。什么叫凸多边形？对啊，就是它不凹。那什么叫凹多边形？我们这样讲好了。凹多边形，你有看过台湾黑熊吗？大概长这样。就是会露胸部的这个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就是那个深 V， 有没有看到？有个 V。这个呢就是一个凹式边形，一二三四。那这样子讲还是很鸟哦。怎样才叫凹式边形？它为什么叫凹？第一，图形凹陷；第二，就是它的其中一个内角大于几度？大于180度，我们就叫凹多边形。听得懂吗？没有大于180度，基本上围出来几何图形就是正的哦，就是凸的多边形，可以哦。好，把台湾黑熊擦掉哦。好，再来，它的公差是5，最小内角120，请问凸多边形是几边？有些同学哈算不出来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内角120，然后嘞公差为5，它就120、125，然后125一直在往上加，加到一个定数为止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内角和没有上限，你的边数越多，你的内角和总数就越高。听懂我讲什么吗？听懂吗？所以我们不能用内角去思考，我们应该怎样用外角去思考？好，我画个示意图给你看哈。怎么了？技术问题。不要动，看。好，大家就这样。来，假如呢，它的最小内角是120度，那下一个内角是125度，以此类推，听不听得懂？那我们看它的外角呢？内角形成等差啊？难道外角不会吗？当然也会啊。这里是60度，那这里嘞，所以就会这样变成55度。这里也是形成一个5的差值的等差，只是它这里的公差是负，内角越大，外角则越小，形成新等差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要用的是外角 studio 等差。好，我顺便写一下 D 等于负。再来第二点，你要知道的是外角有一个好处，任意多边形的外角和为360度，它有上限，它不像我们的内角和没有上限哦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要利用外角和等于380度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了。红色的部分全部相加。所有的外角和我们可以用级数公式 SN 等于什么呢？两倍的首项。怎么？哦，我以为你兴奋了。来，这是两倍的首项加上 N 减一倍的公差，公差这里是负5哦，不要写错哦。N 减一倍的公差乘于什么？项数除以2，然后等于360。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哈，这个应该在国二就有看过了哦，算是国二比较难的题目了哈。好，我们心算一下，哦，有点难哦，负5n 平125n 啊，720，等于负 n 平减掉啊25n。然后加144等于0。
应该没有算错哈。好，一次分解，一次是十六跟九哦 ，n 减十六 ，n 减九，所以 n 等于十六跟九。来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哎，怎么会没有问题？有吧？有问题吧？什么问题？哎，你有问题吗？对不对？什么问题？哎，漂亮！不知道为什么就问哪一个？对，没错，十六跟九都可以填吗？你一定要问一下。作为一个我们求知求欲的科学人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确定。那十六还是九嘞？是我就选九。为什么嘞？十六是不合的哦，何以见得？如果是负的，你一定不会选嘛，因为边数没有负。但十六，你看哦，第十六个外角是由首项出发，加上15倍的公差，首项是60加上15乘以负5，是等于75。哎 ，fuck you， 负75加它是负15，这已经小于零了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外角小于零吗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原本是可以，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行？因为他说是什么？他是凸多边形，但外没事。当外角小于零的时候，它已经会形成一个凹凸边形，所以这里不合，我们只能选什么 ？n 等于九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来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哦。这里其实哦，看似这个题目简单，但是真的是蛮多小小的细节要注意哦，但是有小小细节要注意哈、哦。啊，我已经尽我的全力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会燃烧我的生命。哎，你是不是在王菲老师那里有念过？你是在王菲老师那里有学过吗？哎，奇怪，为什么看你很眼熟？嗯，我还以为你是在王菲老师那边的学生，嗯、因为王菲老师常常会突然讲，让我想到一个口头禅啦，就是说 “mega mega”， 他讲的就是这个哈，有一小小的细节要注意哈。好，来，如果这一题没有问题哦 ，keep going 哦。我猜铁头下课了，因为我刚刚听到铁头声音。好，没有，我就上，还有点下班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范例六。这范例六是什么？我教的。来，范例六，国中数学哦。这哎，这蛮简单的，因为等差级数国中就有教哈，所以蛮多会跟国中重复哈。来，这个是一个等差，它给的题目条件好少哦，所以一定有其他的算法嘛，对不对？给你 A 十，给你 A 二十，来放大100倍哈。A 十跟 A 二十，看图标去观察，十加二十是多少？30。我想在讲废话。十加二十等于30，那你就会知道它们的中间项啊。这里是 A 十，这里是 A 二十，它的正中间是不是就是 A 的十加二十除以二？注意哦，这是它的项数。所以它就是 A 十五项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它们的中间项刚好会是第十五项，那你观察出来了吗 ？A 一跟 A 二十九也是多少？加起来30，所以它们中间项 must be A 的十五，可以吗？让我们画个竖线。A 二九，正中央等差中项是 A 十五，怎么来的？一加二九除以二。所以可以推的是 A 的15等差中项，那等差又有一个什么性特性？它有一个什么对称性？等差数列具有对称性，这两个相加是不是等于什么 A 二加 A 二八？对不对？以此类推，哦，就是前后两项相加，它的值会相等哦。好吧，那你也可以很简单，你可以直接求等差中项出来，要不然我们把等差中项求出来好了。来 ，A 十五是不是在这里的值就叫十除以二，可以吗？很想多写几行，多写几行，它也等于 A 十加 A 二十除以二，所以在这边就是十除以二等于五。好，等差中项乘项数哦，等差中项乘项数即为级数的总和哈，所以就是。S 二十九就等于五乘以二十九，好，我心算一下，五九十五减五进四，五二一十，十加四145。
国中数学，好，没什么难度，好不好？轻松，哦，轻松。想到美发就让我想到眉毛，想到眉毛又想到我妈，哎，我现在没有什么眉毛，都是因为我妈害的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小时候真的被父母亲影响很多。有一天，我妈看着我就说：“哎，弟弟啊，你怎么都没长什么眉毛？”然后她就看到我爸的胡子，她就突发又想到一个想法，她就想说：“哎，男生如果把胡子刮掉，不是就很容易长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如果把王先生的眉毛剃掉，是不是也很容易长呢？”就有一天，我妈就拿着我爸的刮胡刀来到我的房间，把我眉毛刮掉。你看我眉毛现在很少，就是因为我妈，她把我眉毛刮掉。就后来发现，过了两三年都没长，我妈吓到了。他怕，他就害了我一辈子。就他又突发异想，他就想啊，听说哦，吃那个什么，就是拿姜啊，那个柚子皮啊，那个刺，就是酸酸的感觉会刺激皮肤，是会刺激生长。就他有一天就带我去阿妈家的时候，他就拿那个荆棘的那个皮，然后就一直撸我的眉毛，然后把我这里全部都撸，就后来我眼睛发炎。看，真觉得我妈真是。活到现在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真的很不容易啊，不愧是我妈啊。啊，就这样了，来范立奇。哎呦，范立奇有点难哎，可不可以先跳过、啊？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可以先教？大家应该还很有精神吧？大家应该都没有睡，应该是很有精神吧？如果讲范立奇的话，我怕有些人倒头就睡。范立奇，有点难哦，有点难理解，它稍微抽象一点。好，不然我们看一下范立奇好了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两个的叙述哈、哦。他说，前 N 项的笔长这样，然后求第十一项。同学，什么叫第十一项？第一个问的是 A 十一两个数列跟 B 十一的第十一项比，可以吗？哦，是这样。好，再来第二题问的是什么？前 N 项它的第十一项总和的比，所以是前十一项和的比，比上另外一个数列的前十一项和的比。哎，知道差别？哎，为什么写十二？写错了，可以吗？一个是指单一的一个项，一个是指总和的比，级数和的比，知道它的差值，它的差别是什么吗？那你觉得第一题比较简单？还是第二题比较简单，还是都很简单，还是都不会干。同学，一定是第二题比较简单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哎，死守一下哦，就是 N 项的比，对啊，他这个是不是写错了、啊？这个写错了啦、啊，守 N 项，这是他写，守 N 项的比。首恩，哦，他给的条件不一样哦。第二题有点难，哎，首恩项什么叫首恩项？那国台讲，这是我中文不太好。首恩项，首恩项和首恩项，哎，有没有人听得懂什么叫首恩项？我突然 get 不到。首恩项哦，首恩项和这哦，这是指特定某一项，就像。A 1，你 N 用一代的时候可以得到特定项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这中文叙述比较奇怪。啊，这个雷前 N 项和的比是什么？你 N 用多少代？假如 N 用一代，你就可以得到 A 1比 B 1，哦，也是 S 1比 S 1 plus 哈。那如果今天你 N 用二代，我举个例子好了。假如今天你的 N 用二代路，你是可以得到。S 2比上另外一个级数和，这叫首 N 项和的比，可以接受吗？但你发现了吗？不太妙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级数，它是什么？我看，我再重新来，它不是级数，它是什么？它是特定项，所以不能这样子算。那有些人就突发异想说，哎，那我要求特定项啊，我有个公式可以用啊。来，你是不是会想到？a n 是可以写成 s n 减掉 s n 减一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用这个公式？不行哦。为什么不行？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哦。假如今天呢 ，s 9
底上 S 八这个不要抄，先不要抄哦。啊，抄也可以啦。哎，我们写小一点好了。来举个例子 ，S 九比 S 八，哎 ，S 九比 S 九，他们的第九项和的比，假如是三比二好了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三比二嘛？那第八项的比有可能是什么？有可能是可能四比三啊，有可能四比三嘛？难道你可以两个相减，直接求 A 九跟 A 八，哎 ，A 九项的比吗？可以求第九项的比吗？可以写成负一比负一，可以这样子写吗？你有看过比可以直接相减的吗？当然不行啊，而且全部都是正的，那么好像还会出现负数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哦，这一定是完全错误的。所以比不能相减，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路哈去绕。怎么绕嘞？来，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项。来，第十一项 A 十一，我可不可以故意把它写成 A 一加上 A 二十一除以二？你知道我怎么写出来的吗？因为首项一加二十一是不是二十二？二十二除以二是不是变成 A 十一？对吧？这刚好为首项跟第二十一项的等差中项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那我再把它写一下，是可以写成 A 十一。如果乘以 n 是中间项乘以项数，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中间项乘以项数。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吗？这个就是前二十一项的总和啊。所以你问特定项 A 十一的比是不是就是 S 二十一的比？听得懂吗？有点抽象，好不好？我先把它写完，然后我们再解释一次哈。所以所求哈 ，A 十一比 B 十一就可以代入什么 ？n 等于二十一代入，它会等于 S 二十一。比上 S 二十一的比，那也就是二乘以二十一加五，哦，位置不太够呢，我们移动一下好了。然后呢，比上三乘以二十一减一，四十二加五四十七，比上六十三减一六十二，好，这是第一小题的答案。好，再讲一次哦。首先，这个不能用，因为比不能相减，因为减一减，就算全部是正数，怎么可能出现负数？所以很不合理，不要再写他想哦，所以不能用这个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盲点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怎么去做连接？因为呢，它这里哈给的条件就是什么？你 n 用一代就可以得到前一项总和 ，n 用十一代可以得到前十一项总和，对吧？以此类推。那我们去看哦 ，A 十一怎么把它转换成级数？你会发现 A 十一刚好是一跟二十一的等差中项，对吧？等差中项乘以项数是就是级数的总和，对不对？它是谁的级数总和？是不是前二十一项的级数总和？那这个 n 呢？你看哦，好，这里有 n 倍，那 b 十一这里是不是一样也有 n 倍 ？n 跟 n 可以约掉，所以前二十一项的总和比就是第十一项的比，然后你就可以把数字带进来了哦。到这边级数的比才可以带数字哦。可以吗？因为大家都有乘以 n， 所以在比的时候可以把 n 约分掉。可以把 n 约分掉。老板，我多写一行。哎，算了不算了，要多写什么？就这样子了哈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有点的，有点尖锐哦。偷偷看一下隔壁发生什么事。哎呦，哎，你干嘛？你要找学妹是不是？哦，送家的包子。我不要啊，我要吃一根啊。快点啊！不行啊，抽签啊！不要不要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知道你坐在哪里了。你不要不要了，不要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只想不要。呀、啊，你真的太多根了，你让人家拿那么多根塞人家嘴巴，不要。那我现在上一个。哎、欸，那有个名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也没有录影吗？这个录影我们家都会剪辑。哎、欸，我们上次这个录影很衰、欸，上次我那个放那个一拳超人，这一拳超人很红的时候。我们放一拳超人那个电影，就你知道怎样吗？他好像那个 YouTube 放 YouTube 上，他有侦测到背景有出现一拳超人，整个都没有，整个都被下架，我们不能放 YouTube 上。
就要重录。你有看到那一天铁头呵呵一直对那个镜头笑，那笑一笑，一个人对他笑了2小时半，然后在那边自己跟自己讲话，下面都是空的。这多荒凉吗？这是补习班老师最凄凉的一条。有一次也是这样，有一次好像录高三的那个高三课，录3个小时，结果我们的那个摄影机没有按开启，然后我忘记了。我就这样讲3个小时的课，然后那一堂课很重要，是讲学测。讲完之后嘞，回来一看，干没有录影带，然后有一个人没有来，怎么办？礼拜四的时候，就是这个，就是现在礼拜四，我就自己带那个脚架放到这边，然后下面放那个娃娃，因为我们学校不是很多娃娃，我就在放。然后就刚一直讲，然后把每个娃娃拿出来，哎，你看，你看这个同学聪明，然后就一直夸奖娃娃，就要讲3个小时。我想想，我真的都快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到一个娃娃，然后每个都拿出来抱，还介绍，这是阿布，这是阿，还有一个阿虾，一只很大只的那个虾子。我想想都快哭。我觉得他补习班老师很累啊，真的很可怜。啊，我们再讲一题，好了，来8、9、10。你挑一个，给你挑，给你挑8、9、10。你不挑，就是我挑。还是我们讲差别？我觉得差别也蛮难的。还是我帮学校讲教一题差别啊？这第几页？这第几页？第四页。嗯，我今天预化就讲到第四页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再讲一题，第5题啊。我们挑这一题，讲完我们就下课，好不好？我们标一下，快速哦，因为有点超过时间了。有没有人爸爸妈妈现在拿着扳手在下面等我？应该没有吧？现在是搭公车回家的举手，搭火车回家的举手，没有家的举手。假赛干，你们是搭火车？你们几点火车？半，那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那假赛啊干！我讲快一点啊！我讲快一点啊！我比较担心爸爸妈妈，火车就算了，还有下一班嘛，对不对？女朋友还有下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哦，点头就没有哦。称一下，称一下哦，看一下哦，怎么是零啊？哦，来，我写一下哦 ，S101 等于零啊，所以啦，来再来嘞 ，A71 是71，所以啦，那下一个哪些正确？同学 ，S101， 同学是不是可以写成什么等差中项乘以项出来表示？它的中间项是谁？首项加 A101， 更少项乘以2再乘以101。那这我们可以由竹标箱加除以2。101除以2可以写成1+101除以2。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其实不太一样哦。这是指第几项，这是数值直接的相加，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哦，只是还是有点区别的。那1+101是102， 102除以2，所以答案是51，所以可以写成 A51 乘以101。他说等于0啊，那你就知道谁A51 是必然为零，可以接受吗？然后嘞，它是什么数列？等差数列，所以它的加总都具有什么性？对称性，好不好？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分析完毕了哈。剩下的呢，就是看题目写答案哈。A101，来第一个，1+101大于零，对吗？假赛，为什么？因为中间是不是51？所以这两个相加的总和一定等于零，是等于等差中项，可以接受吗？哦，所以 A 假赛打叉啊，再来嘞，我们改一下这里，来再来 A2+A100，是不是根据我们刚才的同样性质，它是不是具有什么性？对称性，所以它也等于零。好，打叉。再来第三个 A3+A99等于零，对吗？对啦，所以 C， 大家看出来哦，我的冲刺喽。来 ，A51 等于51，假赛直接打叉，不想看。来，首项小于零，同学，首项小于零吗？对。为什么小于零？因为 A71 他讲什么？听不懂。不要紧张，你再说一次，我刚刚真的是没听到，再讲一次。他说什么？71项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啊 ，A71 项是多少？是71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前面这里跟它对称的项是多少吗？快点跟我讲，拜托求求你。这是 A 假赛，然后是29。哎，对，是29。哇，假赛。哎，你看这 pink 不是29啊？因为1+101，你看1+101是不是102？你要用102去减的。效果啊。假赛，102减71，帮我算一下，是不是31？所以 A 31。那加总起来的结果是它一定等于-71，因为加起来要等于中间项零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
它原本应该是负的，一直加加加，变成到这边零，就开始变正，对吧？可以吗？因为它是等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个是对的哦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课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哦。回去哦，作业哦，可以写一写哦，作业可以写一写，好不好？辛苦了哦，辛苦了。还要感受的朋友，赶快冲起来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有问题哦，你可以留下来问哦。